亚力，请坐。各位，咱过来继续啦，哈。安尼，搁免一点钟，可能就会当食饭啊，哈。啊，大家较辛苦一下，哈。啊，我即卖是较早吼，我转来了后是有做一寡建筑的景观设计啦，哈。啊，比如讲台北市青年公园迄个二二八纪念碑哈，迄是我设计的哈。啊，迄个是比赛来的哈，拢总设计案哈，都300件竞出来哈，迄个设计案哈。啊，了后我伫花莲那边我做袂少迄个景观设计哈。啊，了后呢，我到差不多五六年前都无做设计啊哈。我就入去迄个画图，我就感觉画油画吼，一个人就有法度啊吼，啊你设计你来一群人吼，啊所以开始画图吼。啊我因为建筑设计甲画图吼相关的吼，艺术的领域啦吼，啊所以各位若伫头前遐有一挂即个 DM 吼，这是我今年。伫六月啊四月吼，啊六月啦吼，伫迄个孙文纪念馆有一个个展吼，诶一个 DM 吼，啊内底有我诶即个 email 啦、住址啦吼，啊各位若有兴趣吼，会使摕起来看吼，啊，安尼咱来继续啦吼，啊我主要要讲诶吼，就是讲。1920年代到即马吼，即、這个台湾精英吼、哦，对伊迄当时的时代有甚物款的阴影啦吼、哦？啊，所谓的即个台湾精英，就是咱咧讲的知识分子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先知先觉的人啦吼、哦，啊，各位就是咱即个台湾人的精英吼。哦咱就比一般人吼、哦，啊，有较清楚，有较了解，有较觉醒吼。啊，即卖就是讲，1920年代甲即卖2011年吼、哦，将近一个世纪安尼，要到100年啊吼、哦。但是咱台湾的即个处境，台湾的地位，并无虾米改变吼、哦。啊，到底为虾米吼？为虾米那安尼吼？叮当嘞！啊，我饲唔得了吧？哈，饲唔得了吧？饲下口我饲顶管，歹势歹势。啊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哈？啊？台湾人哪会阁安尼啦吼？啊，所以咱知影吼，1920年代是日本时代，吼啊，日本时代即台湾人所进行的一挂社会运动啦吼，比如讲1920年有一个新民会吼，啊，即伫日本东京成立，啊，即就是那像讲1970年代。伫美国、伫日本成立东洋会，讲意思吼，就是一挂日本台湾人留学生吼，伫东京成立的吼。啊，主催者呢是林献堂先生啦吼。啊，1921年吼，啊，咱知影台湾有一个文化协会吼，啊，这个主催的当然是林献堂先生、蒋渭水先生啦吼。蒋渭水是一个一位医生哈，啊，文化协会迄当时呢，伫1920年代，伫台湾四界做演讲，吼，啊，要提高台湾人诶知识水准，吼，啊，四界办演讲会，哈，啊，1922年，哈，这个台湾议会举行读明会。啊，这是林献堂先生领导的吼、
啊，这个议会基层呢，这是日本啦吼。啊，迄当时呢，林献堂先生是中部大中部方人吼，啊，对台湾非常非常的有贡献吼。伊是确实几啊代落来吼，啊，会使讲伊目睭伫中部吼，目睭所看的拢是伊的土地吼，真有钱，但是伊对台湾奉献真济吼。啊，1926年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，啊，这领导者就是赵港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甘杰，吼、哦，这是屏东这方面。啊，咱知影吼、哦，台湾农民啊，早期呢是种甘蔗，吼、哦，啊，来互会社借糖，啊，外销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这农民呢。受到这个会社的北社吼，啊，组织这个农民组合，从事农民运动。啊，1927年，台湾文化协会分练吼，啊，有所谓的这个左派右派的这个分别啦吼。啊，分了了后呢，这右派呢，伊组一个台湾民众党，就是台湾吼上早的第一个政党吼。啊，是台湾民众党啦，吼！啊，1928年，啊，台湾共产党，吼，伫上海，中国上海成立，吼！啊，1939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，吼！啊，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等等，吼！啊，成立的安尼，吼！啊，伊所讲的这社会运动，吼！主要是讲争取台湾人伫日本时代的这个参政权，吼、哦、啊，阮有纳税，吼、哦，阮应该有这个参政的这个权利，吼、哦、啊，迄当时唔是讲台湾要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唔是这款的运动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，吼、哦。啊！伫这个运动的中间呢，啊，真侪真优秀的这个台湾精英吼，啊，和这个日本政府起诉判刑吼，真侪啦吼。啊，这主要是提几个人尔吼，其实是真侪吼。啊，这拢真优秀的人吼，这罗浩先生吼，彰化人的彰化医师吼，啊，文学家写真侪小说吼。啊，咱咧讲即个台湾新文学之父吼，啊，罗浩先生吼，啊，杨贵，即嘛文学家吼，啊，伫日本啊摕到迄个小说奖吼，真优秀的即个台湾人啦吼。啊，1934年吼，有一个台湾展吼，因为我本身是画图吼，艺术吼，啊，所以特别提起即个代志吼。当然，这个在台湾呢，有一个地震哈，咱可能早期的人知影哈。1921年开始哈，台湾有一个地震哈，啊，这个展览就是台湾人的艺术创作，要经过这个日本政府聘请这个日本人的评审员哈，啊，评审了得奖哈，啊，就会出名呢哈。啊，即马有一群即个台湾的画家认为讲，安尼唔对咧吼，咱台湾人诶创作的作品，应该是台湾人家己来评审吼，开始来通过安尼吼，啊，所以组织一个台湾展啦吼，啊，所以即个创会会员内底吼，咱知影遮个人吼，啊，真有名吼。廖介春啦吼，李兆昭、颜水龙、李梅秋、杨三郎、陈林波等等吼，啊，佫真济啦吼。啊，这名大画家呢，咱台湾人的前辈画家吼，伫迄个年代，1930年、40年代，因的艺术的成就吼，就不得了吼。即卖呢？廖介春先生、陈林波先生，吼，因的画伫国际拍卖场内底，吼，
两三亿呢，四百多呢，都有几啊亿的这个价值啦吼。啊，可见就是讲台湾人的艺术成就，在迄个年代都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啊吼。啊，1941年啊，兼差有一个也未出世啦吼。1941年，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哈。啊！日本轰炸这个美国的珍珠港，哦，所以开始这个太平洋战争哈、哦。啊，迄当时呢，台湾人伫这个疫情就真侪拢去日本留学，哦，啊，家庭经济比较好的啊，去日本留学。啊，但日本呢，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，因就转去中国华邦，因为日本伫中国华邦呢。有成立一个满洲国啦哈，啊，这个不是屏东的满洲哈，是中国的满洲哈，有一个满洲国哈，啊，需要足济人才啦哈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济拢走去中国华邦哈，特别是做医生的真济去遐哈，但是即个台湾人去到中国了后呢，唔敢讲因是台湾人，唔敢讲因是台湾来的哈。啊，彼此呢用白纸哈啊做代号，啊表示因是台湾企业安尼哈。啊，即个比较着经济较歹的哈，无法度去日本读册呢，啊，到日本呢征调去南洋作战，有诶做兵，有诶做军夫哈。啊，结果呢，是即个太平洋战争死伫南洋诶。非常非常的济人哦，啊，咱知影苗栗一个作家李娇哈，有写一个《寒夜三部曲》，啊，其中有一部就是写这个台湾人去到南洋参加作战，啊，那死哈，死在南洋哈，有影真悲惨啦哈，日本台湾战败哈，啊，即个在南洋作战呢，煞无人管啦。所以调伫南洋袂当倒来，哦，其中呢有一个迄、那个原住民，哦，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吼、哦，十几年伊还阁伫树篮内底咧作战，伊毋知啊，伊无即个消息啦、啊，哦，还阁秘伫个树篮内底吼，十几年后伊才有发觉，啊，才甲送倒来台湾吼。哦就是有这个代志发生哈。啊，1945年，台湾日本哦战败了哈，啊，即个祖国派哈、哦、啊，去到中国即个人呢，即台湾人哇回归祖国即个人，回来台湾准备接受台湾了呢，哈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两年了后就发生这个。啊，大屠杀哈！啊，祖国派这台湾人也盲吹哈，就讲中国个台湾是无共，佮开始发现啊，开始促成这个台湾应该独立的这个想法啦哈。啊，228事件呢，哦，国民党清杀的台势，当然估计是讲20,000人以上啦哈。根据迄个罗吉克写吼，差不多20,000人左右啦吼。啊，真侪人讲诶，应该唔念啦吼，足侪吼。啊，这数字唔知影啦吼，因为当时啊户口也无清楚吼，啊，所以无虾米确实的这个数字啦吼。啊，这个台北市这人呢，来走啊，走路啊，吼，脚刷红啦，又刻红，这个台湾共产党呢。伊就走去中国，吼、哦！啊，赵雪红，伊是台中人，哦，一个真传奇的台湾女性，吼、哦，真无简单的一个台湾女性。伊是细汉的时阵是养女，方未来未去的一个养女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知养女无可能互伊读册啊，哦，所以唔捌字，但是结果呢，伊安尼靠家己的努力打拼，吼、哦！结果送他到莫斯科大学，哈、哦，去读莫斯科大学，哈、哦。啊，伊二二八了后，安那走离开台湾呢？
伊想讲，迄当时呢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啊，所以伊就甲这杨克宏吼，走去高雄做营，去坐国民党的军舰吼，坐军舰，啊，逃走去中国安尼吼，走去中国，啊，这个廖文杰啦、苏明因这人呢，从台湾走去香港，啊，从香港走日本吼。啊，所以伫日本开始台湾独立运动吼、哦。啊，苏明先生即摆嘛已经倒来伫台湾吼，真久啊吼。啊，继续为台湾独立咧拍拼吼、哦。啊，伊安怎走去日本呢？啊，这嘛是一个故事吼。伊、哦、走去基隆港，啊，迄当时呢，基隆吼、哦、台湾出口真少，吼、哦。因就一人一人安尼吼，啊来举起迄个船顶吼，啊伊装做迄个空缸吼，咧扛金石吼，哦伊着金石木咧吼，啊着扛起咧船顶咧吼，啊咱毋知是空缸啊，哦伊装做空缸，啊去到船了吼，伊着秘在迄个金石的即个一人一人后壁吼，藏伫内底吼，啊船到即个。日本的时阵吼，伊就跳船，哦，走去日本安尼，哦，真传奇性吼。啊，廖文杰先生吼，即嘛台湾的一个真优秀的人呢。廖文杰是即个西丽人，分林西丽人吼。伊、哦、是美国的即、這个啊机械博士，哦，因迄个廖家伫西丽吼，出头五六个美国的博士。哇，真优秀哈、哦！结果真不幸哈、哦，啊，江苏独立运动，国民党要给掠，啊，伫日本啊，你要给掠，啊，结果国民党诶，要求部吼，掠伊个亲情，掠伊个兄弟，掠伊个兄嫂，拢给掠起来吼、哦，啊，拢判死刑，啊，伊个财产吼，伊即大众哈，亡族。足侪土地总没收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变廖文杰倒来啊！讲你若倒来，我财产行你，啊，你这亲情呢？啊，袂甲你判死刑，哦，甲你放出来安尼。啊，所以告诉各位，若是廖文杰先生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决定？你是坚持要台湾要独立，还是要倒来？人讲倒来是投降啊！我要倒来，啊要救你这个兄弟，救你这个兄嫂，啊你要做决定，是非常痛苦的决定了吼、哦。结果无法度，伊倒来，吼、哦、啊！伊即款兄弟呢，死刑变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关几冬啊，甲放出来吼、哦，啊再算一部分刑伊吼、哦，啊结果廖文杰互伊去做。啊，石门水库，这库长就对了，哈、哦，啊，石门水库，不是应该是石门水库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到尾嘛，物质过剩了呢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已经告诉台湾人，哈、哦，为着台湾，哈、哦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哈、哦，啊，1949年，咱知影中国有一个内战，共产党。打国民党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嘛，用清楚就是讲吼、哦，中华民国1949年以前呢，伊是一个国家，伊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共产党是一个叛乱的团体，开始反国民党的这个中央政府啊，啊，所以发生内战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开始打到1949年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打倒啊，就走路啊，啊走来对，走来台湾，啊共产党呢变作一个国家，变作中央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一个国家袂使有两个中央政府，干哪有一个中央政府？啊，所以这个中央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。确实主权独立的国家哈，啊！1949年蒋介石走来台湾，
伊是等于流亡，因为1949年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一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了了，日本才放弃台湾。所以1949呢，伊走来台湾是等于流亡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国民党伫1945年代表明军马卡萨迄个命令呢，来接受台湾。哦，伊是占领台湾。1949呢，伊是流亡台湾，所以国民党有相同的性格。1945年，伊是占领台湾。哦，伊毋是光复台湾哦，伊是占领台湾哈、哦。啊，1949伊是流亡台湾，所以伊是一个流亡政府。哦，流亡政府毋是国家。达拉来嘛，流亡去印度，伊是一个流亡的一个团体哈。哦，无可能啊！结果呢，国民党流亡来台湾了呢，伊讲台湾是伊的，伊共和台湾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第二当吼，1955年，伊讲伊要回来复行复行世事啊，吼、哦！伊讲要阁回来做总统。1949年，伊是落亚呢，迄、那个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是代理总统吼，啊，1949年李宗仁就逃亡啊，走去美国啊，啊，蒋介石是落亚，吼、哦，伊含这个总统拢无关系，走来台湾，啊，结果过年了，伊讲伊要做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做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在1950年国民党阁活起来，照讲伫1949年已经死亡啊，啊，1950年阁活起来吼。哦啊，所以国民党讲伊建国百年吼，伊即摆嘛无是无啥敢讲，因为无百年，伫1949伊就灭亡啊吼，所以伊是无百年啦吼。啊，所以蒋介石做总统了吼，就开始白色恐怖吼，真侪50年代、60年代才白色恐怖吼，啊。真顶阿爸真厉害啦吼，在座嘛几位吼，别说恐怖的官的吼，啊，即个迄个抓无到的吼，啊，大家当然都噤声啦、逃亡啦，走去海外吼。啊，1952年旧金山合约吼，啊，开始生效。啊，别说恐怖迄个时阵，真侪台湾精英啊走吼。走去日本，走去美国，啊，从事独立运动。啊，伫美国，1956年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，吼、哦，伫迄个费城，吼、哦，费了到费成立，吼、哦。啊，1957年呢，台湾有一个地方选举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拢知影有啥省议会五虎将，吼、哦，这些人，吼、哦。啊，1964年。哦，有一个台湾人民足球团员吼，啊，这是潘明敏教授，啊，伊两个学生吼，贾聪敏，啊，甲这个魏定条吼，啊，写这个足球团员啦吼，啊，1964年代，这白色恐怖年代呢，啊，你足球团员讲，啊，这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无望啦吼，这等于抬头做呢，伫迄个年代敢安尼讲？这非常非常的勇敢哈、哦！啊，1970哈、哦，咱知影真济代志发生哈、哦。这个大都人民世界性的组织，伫这个正月初成立哈、哦。啊，当时成立这个啊，主席、副主席哈，即马拢倒来伫台湾哈。即马有人咧做立委哈、哦。啊，较早张灿龙先生。捌做台南市长吼，啊，罗文良组织部的，即卖台中，陈良志即卖伫迄个台北吼，啊，这是我本人吼，我当时是迄个伊秘书长啦吼，啊，1970年啊，咱知影平民先生走去水电吼，啊，伊知影，咱知影伊安怎走去水电无？伊当时是软禁吼，佮禁伫因家袂使出门。啊，袂使出门，伊要安怎？伊嘛感觉讲，伊安尼互软禁伫遐吼，伊无安全感，伊性命吼、
随时会受到危险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上一步吼、哦，上一步咧，逐工吼，拢徛伫伊客厅的窗仔门口前，窗仔门前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监视的人拢有看啊，拢咧甲看啊，伊就开始流喙手，吼、哦，流胡手、流长头毛个安尼吼。啊，有一工呢，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，我拉胡手的吼、哦，啊来个拜访。啊，结果呢，因两个对调吼、哦，这个牧师胡手的牧师，隔工伊就徛在门窗仔门前吼，互、哦、这个监视的人看吼、哦。啊，迄一暗呢，天乌的时阵，这个胡手的平民们先生伊就溜出去啊吼、哦。啊，伊坐船吼。哦啊，走去香港，啊，但香港甲坐飞机去到瑞典吼 ，Stockholm 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只监视的人吼、哦，报告照写嘞吼，啊，无时无刻伊还阁徛伫窗仔前咧，互看安尼吼，结果人已经走去到瑞典啦吼，哦，伊是安尼，啊，1970年有起这种事件吼，啊，1971年呢，蒋介石甲伊的代表吼，浮、哦、出。联合国，只要有一个观念要弄清楚哈、啊，就是蒋介石甲伊的代表，并无讲这个国语文哦，并无讲中华民国浮出联合国，并无哦，无安尼讲，国语唔是安尼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犹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，但是伊的名呢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中华民国还搁伫联合国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一直咧讲哦，要转去联合国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咱就爱啥物做一个运动，大家签名啥物啊？其实袂通，因为中华民国都已经伫联合国啊，你袂当搁用中华民国的名转去，吼、哦、啊！1975啊，蒋介石死亡，吼、哦、啊！77年。这个中国教会有一个临官宣言，要求台湾变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哈、哦。啊，伊当时嘛真勇敢哦，这教会敢安尼话哈。啊，1978年啊，蒋经国继续啊独裁台湾安尼哈。啊，79年咱知影哈，啊，美丽岛事件发生啊，1979年真济啦哈。哦美国向台湾吼，含台湾断交吼，啊，双固就停止啊吼，啊，79年这个台湾关系法啊，拄拄也有讲吼，在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国内法啊，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，讲这个以前叫做中华民国，即马叫做台湾地理总局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。无要甲叫做中华民国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吼、哦，伊唔是一个国家。哦，啊，1986年民进党成立，1987年呢戒严，吼、哦，这个戒严38年戒严啊，都戒毒啊。虽然戒毒呢，1987年照样掠人，吼、哦，这个蔡友全、柯泽德先生。嘛是判刑吼，入、哦、去关安尼吼。啊，即马戒严了吼、哦，当然道理上古的都无危险性啊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真侪台湾精英拢跳来上古吼，伫、哦、国民党体制内底上古吼。啊，即变作延续即个中华民国的即个体制，延续伊的生命吼、哦。啊，1989年连阿明先生吼。哦自焚啊呢吼！啊，1990年哈、啊，海外在江苏独立运动，这人拢陆陆续续回来哈、啊。但1988年就开始回来哈、啊。啊，咱知影这人哈、啊，左宗棠啦，这个哦、啊，张灿宏、陈东山、柯天才、王兴南、李应元等等哈，这人海外回来哈、啊。啊，我嘛是1991年哈，啊，回来哈，啊，我回来嘛真趣味哦，我是走去个东京去请签证，吼、哦，因为我替是迄个
水电的护照吼，啊，东京签签证，啊，伊甲我讲，啊，你有机票无？我无咧。伊讲你去买机票了吼，啊，签证随便给我。哇，我欢喜一个，我那遮简单安尼吼，随去买一个机票吼，了伊就伫我的这个水电的护照登一个签证落去。啊，结果呢，我无随转来吼，拄拄啊日本的过年吼，我是讲日本佚佗一下吼。啊，经过两三天了，才回来吼。结果我回来到桃园机场，哇，因知影吼，知影我是什么人吼，所以甲冻着，无要让我入来。吼，啊，伫机场啊待四五点钟吼，啊，尾啊三四个这个少年囡仔吼，甲关起来吼，佮甲关去飞机顶吼，佮甲关去遣送回来东京吼。吼，迄阵啊，我足受气安尼吼。伊讲啊，做到我的故乡呢吼，啊，我哪袂当转来，吼，我搁硬甲讲起呢吼，啊，我安尼好，啊，我用我家己的办法转来呢，所以六个月后吼，伫1991年六月，我了从松山机场啊，就入来吼，转来台湾啦。我也无护照，要哪转来？我是摕别人的护照吼，啊，从松山机场就入来啊，伊嘛甲看看这个就是袂歹啊，这对啊，我就我入来嘞吼，啊，所以我隔天我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吼，啊，你要找我，要哪找我呢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我是讲应该无代志嘞吼，啊，转来家己的故乡哪有做，无做啊，结果国民党用啥物国安法啦、偷渡入境啦，甲起诉啦吼，啊，尾啊甲判刑一年，吼。普通在海外偷渡回来拢五个月、六个月，一颗罚金吼，啊，罚下来无代志，我判一年呢，一年的关呢，啊，结果甲关365天呢，一天拢无记案呢，吼，嘿，啊，结果我伫台湾哦，关3天呢，我伫台北土城关，伫高雄燕巢也关吼，啊，了过来刷去。台南山上的外野监吼，各野关吼，365天换3个监吼，台湾关塌头安尼吼。哦，啊，1991吼，都有这个外岛会啊，这一百行动联名，这代志发生吼，啊，1996吼，啊，李登辉就是第一任的。所谓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，吼，啊，2000年啊，变啊就是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内底，吼，啊，迄当时啊，变啊嘛是想讲，啊，咱都正名建国呢，吼，啊，中华民国换一个名，咱都有法度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吼，其实未通，吼，唔是讲干那换一个名，啊，都有法度变成做一个国家啦，吼，啊，所以。唔念安尼吼，啊变啊本身，啊个国民党呢，啊拍来乌落安尼吼。2006年呢，林志升先生顶吼，拢都200几个人吼，向美国提出一个告诉，吼告美国，吼啊伊个论点安那讲呢？伊是讲根据旧金山合约，啊美国是占领国啊，啊所以。在这个旧金山合约里面，美国是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就是主要占领权国。哦，啊，主要权占领权国的时阵吼，台湾就是你征服的一个领土啊。伊伫战争法叫做未合并的一个领土吼。啊，美国未合并的领土，顶管的本土台湾人呢，应该。享受美国宪法保障的一挂基本的权利，啊，这基本权利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伊旅行、的证件等等，吼，的这个权利，吼，啊，有一个名词叫做台湾人是非公民的美国国民啦，吼，所以应该有这个美国护照，吼，啊，所以。这个 Richard Hutzel 林志升先生等等这些人的论述吼，敢向美国发言，
提出挑战，这要有相当程度的这个把握啊！啊，无你要过美国，哪有遐简单？你要过美国法院，你要请美国律师，这要美金呢？美国律师要付美金的呢？吼，唔是开玩笑哈！所以伊这个论述呢，有经过美国法院的这个验证，吼，是正确的一个论述哈！所以2009年，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判决，伊是咧讲，即、這个林志升先生定这论述哦，美国法院无法度调整伊即个公犯吼，承认台湾伫过去60几年内底吼，台湾人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台湾呢无一个一致承认还是认知的一个政府吼。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呢，无一个确定的地位，到底台湾是啥物物件吼？是中华台北还是啥物物件？无啊，无一个确定的物件。但是问题呢，啥物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？这毋是司法问题吼。法院里面，啥物人对台湾会当行使主权？这是政治的认定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是讲，这个政治议题呢，超过法院这管辖权，吼、哦，所以无法度来审理这个控诉案件呢，吼、哦，所以伫这个判决文内底，咱至少知影吼、哦，台湾人的地位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台湾人要讨这个地位的问题。就是政治问题，向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会，较有法度来解决台湾人的问题。吼、哦，这就是拄啊讲真个摆吼，美国一直咧讲，台湾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吼、哦这就是咧讲迄个，即摆吼，美国的国会。对台湾有管辖权吼，所以咱的主要对象呢，爱向这个美国的国会、美国国会议员吼，来讨台湾人的问题啦。当然，即马新的一个讲法就是讲，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，但是呢，日本天皇对台湾有这个台湾的所有权吼，台湾的所有权伫日本。天皇的手内，台湾的管辖权伫美国的手内，所以台湾问题啊变成做这么啊复杂吼，所以咱即马2011年吼，台湾人的精英在座各位对咱这个时代，即马所处的时代，要安怎来应应吼，要安怎应应吼，即马就是讲咱这个论述。1945年，国民党占领台湾。1949年，国民党流亡台湾。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毋是一个国家。伊毋是咧选总统吼、哦。对遮个物件清楚，咱来继续讲，互较侪人了解吼、哦。告诉台湾的即个本土台湾人，你若有1%，有5%。台湾人有这认识，站出来，我想台湾问题是会当解决，吼、哦，来正确的认识，吼、哦，较会当解决这问题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就是讲，咱有这个义务，有这个责任，吼、哦，将这个论述继续讲出去，吼、哦，对咱家己的亲情，对咱的朋友，家己的亲人。讲这物件，有较侪台湾人站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people's power， 人民的力量，台湾人的力量。然后，卖讲多啦，1%就好啦。你若有50万人、100万人，有这个认识站出来，国民党绝对会倒吼、哦。所以我想留头3分钟吼、哦，看有啥问题要提出来分享的无吼。哦
啊，咱这个课就到这哈，啊，看有啥问题安尼哈。你无问题拢会使吼，啊若无吼，咱着爱准备食一道饭啊吼，大家也不多枵啊啦吼，一食呢也无点心通食呢，吼，啊食这三顿尔吼，啊无咱今仔个课直接结束安尼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。请大家楼卡用。